我叫阿波，今年40岁，咁我做拉电啊、油漆啊、装修咁，乜都做啲啊。之前我就帮一个客转门，跟住好多尘出嚟，我一下吸到一啖好大嘅尘，就气喘发作，唞唔到气，跟住就咁就晕咗咯。工人就带咗去嗰个医院嗰度吸嗰啲 gas 咯，医生 check 咗话我系肺气肿，即系好多痰喺气管嗰边。翻屋企嘅时候，佢就俾咗嗰啲吸同埋食嘅药俾我咯。嗰次之后我就比较敏感，喐啲就咳就喘气，而且痰越嚟越多。试过咧有一晚喘气发作，跟住我就即刻去医院，去医院都系吸嗰个 gas 咯，每次都成几百蚊，又攰，第二日又要翻工，哇真系顶唔顺。其实我细细个已经有气喘噶啦。尤其是我媽在小學的時候，她一定要要求老師讓我坐最後那裡，如果不是那些粉筆那些粉才是最厲害，經常帶我去醫院檢查，那醫生說氣喘是沒得醫的，他們都不知道怎樣算。我記得我阿婆經常煲那些什麼白鴿湯啊，那些鱷魚肉那些湯啊，我真的聽到都害怕，小時候又不是很懂，覺得她叫我喝我就喝了。大個了就有比較好一點的，但是都是定時要噴那些藥咯，可能因為做工那些灰塵多，那就成日都有咳翻啊，痰又翻翻嚟啊，又喘氣咁樣。呢個 Tiger Milking 普魯茲同埋呢個 Imuculo 我喺網上睇到嘅，咁佢好多人都寫佢話幾好，咁我咪 PM 佢試下咯。咁佢話呢個 Tiger Milking 係可以保護你嘅肺，改善你嘅氣管嘅問題，同埋呢個 Imuculo 咧就可以提升你嘅免疫力，跟住又可以改善你咳同埋喘氣嘅問題。咁我覺得呢個幾啱我，所以我就買咗3盒試下咯。我食咗差唔多2个月到啫，咁就真係好咗好多。尤其是我做工嗰度嗰個塵啊，同埋油漆嘅味道咁犀利，以前好辛苦噶，食咗呢個產品咧。真的又不會喘，咳又少了很多。我以前每朝早都要清一次痰，那現在就幾天清一次，而且是很少痰。跟住我之前朋友經常說我說話都要這樣，現在他們就說沒了這件事。我現在就每天一包一包這樣喝，就喝了1.5年左右，那我的咳嗽和氣喘的問題都解決了很多，而且傷風感冒都少了很多。你知道的啦，我啲做裝修嘅空氣咁差，補一補好啲啊嘛～